一，从联动切换到点动模式，按 Program 键转动提示一次，再按 Stop 键转动提示一次，最后按 Stop 键转动提示一次，表示电机切换到点动模式。二，从点动切换到联动模式，按 Program 键转动提示一次，再按 Stop 键转动提示一次，最后按 Stop 键转动提示一次，表示电机切换到联动模式。在点动模式下，短按 Up 或 Down 键两秒内松开，电机点动运行。如果长按超过两秒，电机连续运行。结仓，可靠的伙伴。